三、二、一。 这是上天许的愿，打不散的。你要活着，别死。就因为他这句话，一直支撑我活到今天。我的记忆里，只有战争和死亡。美好的回忆总会回来。 如果有什么是我无法承受失去的，那就是你。如果没有战争，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人生？